转载自百家号作者老游说体育球。你们在看 NBA 比赛的时候，尤其是看到那些精彩的被扣得分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兴奋，而且那些动作也给球迷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球迷们在自己打球的时候也会学习这些如此精彩的动作，希望能像那些球星们一样玩出那么精彩的被扣。这些球星们也因为他们精彩的扣球的瞬间而给观众们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些给人们留下很深印象的球员。 No.5 麦迪，他的篮球的技术确实是非常棒的，首先这与他的身高很高有关，再加上他的运球技术也很好，这些都使得他的扣篮非常的厉害，他的背扣也显得非常的敏捷灵活。 No.4 詹姆斯，他的技术是大家都非常认可的，而且他也拥有很多的球迷，球迷们被他的那种打球的时候的气势都深深的震撼了，而且他的扣篮是属于那种非常有力量的，甚至说特别暴力的那种。在他参加比赛的时候，这些扣篮让观众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激动。 No.3 科比，他是一个人们都非常认可的一个扣篮很厉害的球星，而且他的扣篮是非常的漂亮，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的技术绝对对得起这么多粉丝对他们的期待和喜欢。 No.2 卡特，他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些很精彩的瞬间，其实在看他的比赛的时候，他给人们的感觉就是他在很从容的很随意的打球，而且他很从容的就可以实现非常难的一些动作。他在一些比较大型的比赛中的表现尤其会有很多精彩的背扣的动作，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No.1 乔丹，他简直像一个神一样的存在，在篮球场上他的罚球的精彩更是让人很迷恋，他的非常经典的一些得分尤其是背扣得分不输任何一个球员，他不管是在投篮扣篮还是罚球都表现得非常的好，而且创造了很多奇迹的背扣，他的很多的粉丝对他的技术都非常的佩服。